愿大家二十四节气在这个雨水的节气可以不被雨水惊扰，然后可以被雨水被窥站在圆形效果字前面，犹如教主。金曲歌后 Hebe 田馥甄以蓝绿色套装为卷长发亮相，宣布暌违一年半有新单曲。爱山林的我，然后发表了一个在山林里面录音的新的单曲，在森林中优雅演唱。爱爬山的 Hebe 把团队带上山，直接在环境中收音，虫鸣鸟叫、流水声统统收录。问很多世间的生物，森林里面的生物，然后没有问到狗，然后有一只狗在叫。大家录那个 tape 觉得很棒，然后那个就哇！四年前的歌，自己的房间在民宿录音，第二次则在森林。Hebe 认为跨出了舒适圈，他也惊喜宣布五月将在高雄开唱。往年的体力也是会下滑的哈，我会再加油加把劲，我会好好的锻炼自己的，不管是心智还是体力都会加油。高雄场有没有机会真的三个人一起再上台？不知道人生总是充满意外，什么事都有可能。迟迟等不到合体，但三人私下感情没话说。姐妹淘 Selina 挑大梁主演的鬼片 Hebe 准备包场，号召大家力挺。其实我平常是不敢看鬼片的人，但是因为 Selina 她自己本身也不敢看鬼片，可是她都敢拍鬼片，她敢拍我就敢看，无条件支持姐妹。不过自己的新专辑还得等等， Hebe 期待接下来的作品能将日常生活带进音乐。 TVBS 新闻上面，郑红婷台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